OK，今天更新啦，而且现在好像可以赠送。那今天最重要的重点是它更新的躲猫猫模式，哦，啊，主要是不同地图的，这次是恐龙乐园。这个短靴也蛮帅的，啊，sorry，我应该先排再来讲啊。哎，这也算是一个大改版了，你看更新有一句都。我雷声这么大，做起有心的啊！拒绝，竟然可以拒绝，我们稍微玩一下。躲猫模式就是不要被找到。那你们可以开麦呀，因为觉得开麦的游戏都很冷门。靠！我是不是当啊？惨了惨了惨了！等一下再拍好了。好啦，我怕第一个气死的是我，我重开了好多次，一直卡在这边，所以这个模式有最新 bug，他人家一直卡在这边，重开也卡在这边。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了，为什么这件游戏都喜欢这样啊？那就没办法玩啦！啊，我只能说我自己真的是哦，被这游戏搞成这样。